用你觉得所以我决定了，跟你一起搞好百里奚。一言为定。长得丑有什么关系啊？最要紧的是心地好。真的有啊！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缘分，别错过了。苏，龙先生，已经休息了，不谈公事。啊，这么巧，我不是来找你谈公事的。嗯，哎，今天晚上大会堂上演音乐剧。我正好有两张票，不知道我运气好不好，有没有人陪我看？不用担心，不会闷的。听人说很有趣的，很好笑。这样吧，要是不好笑，我上台表演给你看。你这是抢人家饭碗啊！没办法，为博红颜一笑。哎，要是这样又怎么样？不懂。这个是二字，就是代表我跟你两个人喽。这样也是个 V 字，就代表你答应呢。我就成功了。你觉不觉得自己有点幼稚呢？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，我很有诚意的。把你弄来见你。大堂见。OK。喂，真的不闷吗？喂，阿苏啊，什么事 ？Joyce 刚刚打电话来，她说呢，晚上搞了个什么豪情夜啊，叫我们去玩啊。豪情夜，是可以吃的豪啊。哦，不去了，我约了朋友。约了谁呀？我也不要紧的，带他一块去玩吧，反正一大帮人，无所谓的。不去了，你们玩得开心一点。哇，名牌衣服都出动了。这个人没100分也有90分了吧？喂，他是谁呀？说来听听。不要瞎猜呀，天气潮湿，我看看衣服有没有发霉呀。是不是真的不能说啊？哈，没有啊，叫我怎么说嘛？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呢，把自己的秘密藏起来了。谁呀？戈登喽。戈登，怎么啦？我啊，听酒店的人说，他在追公司的一个女孩子。是吗？是谁呀？哎，是谁我就不知道了。总之呢，我只知道除了我之外，谁都可能有机会。喂，说不定是你啊，你也是公司职员呢。艾斯达。喂，不说了，这么扫兴，你是不是真的不去啊？我敢传啊。不去了，玩得开心点啊。我会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哎呀，你去找我什么事啊？完蛋了，我老爸要我去吃饭呢，他说介绍客户给我认识，要教我应酬啊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又不是应酬客户，你是应酬你老爸吗？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录音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个好点子，免死金牌。你，哎呀，你不要考虑了，总之进去之后呢，你一直点头就行了。喂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你老爸说清楚，这样就不用这么烦了？哎呀，会了，我会说的，你再帮我这一次了。我约人看音乐剧啊。哎呀，你不帮我，哪里都不想去。那速战速决。谢谢。
去洗手间去了那么久。我想打扮漂亮一点再见人嘛。跟客户应酬啊，大方一点就可以了。老爸，我不想陪您应酬客人呢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很重要的约会。你约了谁？ Golden。 Golden？ 你约了 Golden 吗？是啊，今天是他第一次约我去看音乐剧，我不想失约啊。 Golden， 你的眼光还不错。他就快来接我了，那你到底放不放我啊？放，就是 Golden 怎么会不放呢？说真的，他的确是个好男孩。哎，怎么没听 Golden 提起我？我们刚刚才开始，想低调一点，所以千万别告诉别人。谢谢。千万别告诉别人呢。周先生，高队。哎，老爸答应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。看音乐剧是不是？时间快到了。是是。不过我们可能有一性节目。行，不过嘛，不要玩得太晚。嗯。高队，看着他。啊，我会的，周先生。老爸，麻烦你。好了，拜拜。Thank you， 拜拜，走吧。拜拜，啊，这个点子还真管用，早知道老早拿出来用了。喂，你跟周先生说了什么？怎么会这么顺利啊？这是一个秘密。Anyway， 哎，大街上，别做那么肉麻的动作。总而言之呢，是谢谢你了。要是将来我红了，一定找你做我的经纪人。哎，我去录音了，下次再跟你聊吧。好，拜拜，小白。哇，糟了！龚哥，嗯，原来你这双不是催花手，是造花手，看不出吧？那，你不要看我粗手粗脚的，其实我很细心的。是啊，给亲爱的女神。哇，女人都吃你这一套啊！那当然了。仰慕你的小时，小时，追女人呢、啊、要花一点心思，就好像焖鲍鱼一样嘛，多放些调味料，文武火慢慢的焖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谢谢龚哥。啊，这是爱的火花，情的结晶啊！出发啊！哎，到了那说话别那么大声音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龚哥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。哇，干什么？拿着三支香去拜坟啊？姑姑，这不是香，是花。哦，哎，我怎么知道你在门后面？对不起了。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摧毁我的花？要不要我特地到九龙去买一束花回来给你啊？你不介意我无所谓。好，你就在这里等我回来啊。我这就去祠堂问问乡亲父老，看看有没有人听过晚辈命令长辈做事。姑姑，我这是说说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凶巴巴的要吃人的样子，我怎么敢不认真啊？我只是大声了一点嘛，是我的终身大事，我当然紧张了。姑姑，算了，原谅我吧。这是我们的豪情宴，很不错的啊。好。哎，认识你那么久，从没见过你这么卖力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赶快做完这一顿呢，待会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啊？你给人家做媒啊？嗯。什么媒啊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吃蚝是会催情的。催情。有事做，有事做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明白，明白。要是我们的蚝不新鲜，怎么会客满呢？你喜欢吃香脆的东西啊，吃什么蜜饯、生蚝啊，很好吃的。再来一个甲鱼汤呢，就刚好了。哎，品叔，麻烦你。哎，好啊。Joyce，Esther， 咦，果然是豪情艳艳啊，还可以了。咦，苏呢？哎，他说有约会没空啊。喂，有什么帮忙的啊？你只要把东西吃光就行了。嗯。哎，招呼自己啊，我要招呼客人。OK。再来一个蜜饯、生蚝和甲鱼汤。好的。怎么样，辛不辛苦啊？当然辛苦了，整晚呀、啊，不是酥炸生蚝，就是姜葱焗蚝，真是够豪气啊！那你继续努力，待会儿打烊了，一块儿喝酒啊。没问题，打烊之后就是我们的豪情夜了。
喂，苏，你在哪儿啊？现在应该进场了。对不起，我看我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艾斯特了，一定要我陪他到南洋岛去找朋友。Sorry 啊。没关系，反正音乐剧会演很久的，今天看不成，下次看好了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小姐，你还没说去哪儿呢。港湾线码头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一道菜来了。第一道菜都这么丰富啊？那当然了，这是啊我们百里歇的私人菜单。对对看，哦，第一道菜有个名堂叫做四季兴隆，包括有蒜片蚝仔啦、煎蚝饼、家乡蚝米、芝麻脆蚝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，每人一盅的，一定是绿茶菇鲜蚝仔汤了。哎，还有这个姜葱生蚝包，金银芙蓉生蚝。金素蚝仔炒饭，好吃。生蚝来啦！哇，生蚝啊！咦，上游呢？咦，你咦，你只关心他一个人啊？啊？嗯，好戏在后头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好戏在后头喽。哇！来来来，这个叫火焰烧猴串。嗯，怎么没火？来了。小心火！哇，棒啊！真棒！各位，我有好消息宣布啊！喂喂，有人要结婚啊！啊啊！是吗？是吗？是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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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他自己想结婚想疯了，可是没人追他。喂，你怎么这样子嘛？我现在在替你逗啊，小姐。到底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今天净赚了8504块。哇！好棒啊！真是值得庆祝啊！真棒，好吃。菊姐，你尝尝炒饭，很好吃的。好好。嗯，这个很好，好吃，好吃。咦，马师傅呢？啊，他说干完活再出来。哇，勤快勤快。喂喂，这什么酒啊？挺不错啊。哇，这个酒啊很厉害，有名的，它叫杀死少女无情酒。有这么厉害吗？香汽水的味道。试试，试试。哎，你别喝那么多，先吃点东西。是是是，别只顾自己喝，跟花枝姐喝嘛，跟花枝姐喝，这样喝，喝酒啊，来来来，嗯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苏打粉，磨刀的时候加些苏打粉和热水，既可以很快干，又可以去油剂。这把叫什么刀啊？这把叫文武刀，拿来斩东西和切东西。哦，那这把呢？这把叫片刀，拿来削肉的。那这把呢？嘿嘿嘿，你耍我是吧？这把叫无情刀，专砍无情的男人的。哦，这种刀我也有两把。你是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呢？好，嘿嘿嘿。干了他来！哇，怎么哇！喂，你这种少女无情酒啊，真的是很无情。哎，不是少女啊，也照杀不误啊！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你是不是被夏公子杀回来的？哎，我呢只会杀猪啊，最拿手的呢是油炸猪大肠。啊，猪大肠，杀你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有薄荷糖，能解酒的，就放在柜台，我去找找看。哎，不用找了，不用找了，这里没有人喝醉啊！吃东西，吃东西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花痴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的包弄掉了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是我妈，我自己来吧。是你妈？你看你吃的，不对劲，有点不对劲。找到没有啊，品兄？啊，我有去找东西。嗯，再喝一点吗？不对，有点不对劲，都放几个。酒瓶。
我的盘子怎么那么多剩？哎，是特地留给你的。哎，不是特地留给你的，是你跟他。哎，是跟你，是跟你。为什么？哎，吃了以后你们两个就会满山跑啊！喂，他们两个怎么了啊？他们劳苦功高，辛苦了。哎，你说的这句没错，真的要多吃一点，要不然呢，去之不公。去之不公。不只是这样。我们还要预祝你们两个人一杯。喝酒怎么会有先敬酒？敬酒，为什么要敬他们两个呀？啊，不可以的嘛！哎呀，老婆，你真是不小心，老婆！哎呀，你不小心，快换衣服，换衣服！喂，我山头，别吃生冷东西。啊，去要喝酒是吧？我跟你喝。哎，这样，去换衣服吧。去去啊，换衣服，快点，换衣服去。今天我跟山头喝一杯。也好，也好。谢谢你完成我的心愿，谢谢你留下来。喝喝，这种事心照不宣了，心照不宣，不要再说了。喝酒，喝酒，快喝酒！这一杯呢，我来替你喝。行不行啊？不要喝，来来，你别管他。我没醉啊。你没醉，你看看你。快点啊！我要喝，我不喝就睡觉了。快这样，那你回家睡觉，今晚就你喝酒喝。不用，我不要回去，我陪你坐船好不好？哎，不用不用，你们我送他回去，我送他吧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不能走啊！你自己走，自己走。不在我哪里走啊？真的。我送的，啊，也好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。可是你还没吃东西呢。我不吃了，你慢慢吃吧。那谢谢，咸鱼哥哥，小心点啊！咸鱼哥哥送我，小心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继续啊！每人轮流灌他三杯，好，三杯啊！我喝喝，我喝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喝喝喝，别喝了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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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哎，好，喝完了，该你了。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嗯，吹吹海风，人也清醒一点了。喂，咸鱼哥哥，谢谢你了，送我出来，耽误你玩了。不会，我根本不喜欢吵闹。哎，到外面来静一静，吹吹风，真的很舒服。喂喂，有船到了，怎么这么巧？哎。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行了。不行。怎么没零钱？真的没有。啊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阿苏。谁还要喝？不用怕，我还可以喝。别喝了。哇，他真行啊，怎么灌得不醉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半场的豪情派对还没开始呢。好好好，我们回宿舍。好，Let's go。 来来，哎呀，老公啊，我支持不住了。哎呀，我们明天还要早起呢，不跟你们疯了。得得得，我陪你们回去吧。喂，回去回去，我送他们。喂喂，来，我们走。喂，一个醉一个没醉，戏唱不成了，起来。怕什么，朱大茶，再来几瓶无情酒啊，不醉来找我。喂，大师，我不行了，我要睡觉。为了大家的利益，挺下去。喂喂，你小心点，你喂。说句老实话，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。不如我们再去喝吧，来啊，我们再去喝。喂，趁你现在还能走的时候，不把你带回家，待会儿岂不是要我背你？那你不跟我去是你损失哦。记着啊，来啊，我们再去吧，来啊。你坐下，船已经开了，你看看。喂，你啊，不是约人了吗？怎么又突然跑来了？古里古怪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一身都是酒味啊。Oh, I'm so sorry. 我不说话了。嗯，只说最后一句啊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呢坐末班船回南丫岛好不好啊？嗯，陪我嘛，好不好哦？谁还想喝？哎，只管放马过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喂，怎么少了一个？对，花师姐呢？哎，她去找马友了。这个家伙特别的麻烦，他会不会就这么溜了？没这么容易。有我辛德瑞拉马出马，保证手到擒来。我跟你去把他抓回来。去去去去，哎，少爷，来来一杯，来拿着空杯子干嘛？快干了他嘛！来，
前写的信，细心注意再细心看，而不觉跳进思想的树林，记忆一般都美好，多半是圈套，却令人随着希望，曾经双手足碰到梦想。等你呀！你在这儿干嘛？哦，我在看艾斯塔上船没有啊。你不用担心，咸鱼会送他的。我们的豪情派对没有你不行的，走吧。对呀、啊，芝芝，芝芝，谁叫的这么恐怖？芝芝，芝芝，芝芝，送给你的。喂，徐有功，送什么给 Joyce？ 哦，风怎么会这么大？你赔3000块钱给我，你不要跑，站住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小孩子玩捉迷藏嘛，我们大人玩大人的游戏啊。什么大人游戏？开开开快快！耶！怎么样？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！姐姐，让我睡一下。喂，不能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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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可是提款机啊！嘿嘿，哎呀，记下来，双倍是双倍啊，有赢了啊，双倍！不趁现在把它宰得鼻青脸肿，等什么时候啊？对，我先睡一下，待会儿再玩。啊不不不不，说好继续玩的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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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欺负人家，别欺负人家，去睡啊，睡觉吧。不对劲，有点不对劲，是吧？喂。你有点不对劲啊，你是叫什么品叔啊？啊，是不是品叔啊？哎呦，真是的！哎，告诉你小子，你英雄救美啊，是不是很了不起啊？没，是不是不能帮他？我负责两份。哇，负责两份更爽快，好哦，这么爽啊！你输了，把他干了，干掉他。啊，发牌发牌。哎呀，我不行了。啊，你不行了，送他上去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品叔，免得他在这儿碍手碍脚的，小心。我搀着你啊，品叔。哎，你快点下来啊！喂，越喝越过瘾，又一瓶啦。一瓶，好。小刀来了，发完牌了，开了。喂喂喂，月六，哦，六，哦，哦，有没有搞错？给我喝了他，夏大哥，好，把他给喝了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呀？好，来来来，看好了啊！哦，别漏，别漏了啊！哎，继续，好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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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搬的我的把脸都是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还有半瓶没喝呢！来来来来，什么不行了？来。把嘴张开，我往下鼓掌。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要是吐到满地那更要命。走走走，下头回去睡。喂，散会了，走吧，让他走啊。好吧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回家回家回家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真没用。喂，回家了。喂，下头。喂，那边。这边呢？那边。哦，回回回回，哎，咦，喝醉了还是到静房里？没喝醉啊，酒醉也有三分醒呢。喂喂喂，啊，有好戏上演了，太晚了，不玩了。哎，不是玩，不是玩，这里边有游戏，有游戏，咱们来玩，知不知道？你们年轻人呐，到外边去，别妨碍人家，别打扰人家。上演，走走走，我吃宵夜。我只
活枝，活枝，活枝。我让游。我知我喜欢你呀、啊。我知我喜欢你。干杯！干杯！花枝不会这么随便的。刚才看见花枝姐呀、啊，她真的醉得很厉害啊，丫头更醉，醉得糊里糊涂，可是醉得很可爱，摸进房里。喂，喂，你没事吧？有事啊。啊？我的头好痛啊。你只是头痛啊？那小子呢？啊？上游啊。上游就在里面，醉得连老爸姓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么你知道你老爸姓什么的？我当然知道老爸姓什么了。这么说，你不会让他做错事了？能做什么事啊？他只是瞎说吗？我可不可以当没听过，当我醉了什么都没听到啊？你以为自己现在很清醒啊？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。哎。酒能乱性啊，万一做错事就完了啊。做错什么事啊？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什么？哎，你浑身都是酒味儿，你先喝了吧。嗯，他们两个真的不对劲。啊，那个女人我认识她。这个女人是谁呀、是我妈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对劲。其实你知道的，你的样子像是知道了什么。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品说，我知道花枝跟虾头是两姐弟。品叔，你喝醉了，到楼上歇着去吧。对，我酒是喝多了，不可以，是两姐弟天打雷劈的。其实你早就已经知道了。有一天我在外面抽烟，无意中听到你跟姐妹说的。唉，其实你早跟那傻小子说不就没事了。爸爸在上游跟菊姐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一个很好的丈夫。我不想破坏爸爸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啊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委屈了自己吗？爸爸他把百里仙51%的股份给了我。如果你贪钱，早就把那股份卖掉了，也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。我也想过，为什么爸爸要把百里仙交给我？你认为呢？上游烹饪很有天分，人人都知道。他长大了不肯进厨房，也人人都知道。爸爸是要我为他保住百里仙，等到有一天弟弟肯安定下来，就交还给他吧。我也相信江师傅不想放弃百里仙。是不想放弃那个有天分的弟弟。但是我看你这条路呢，会很难走。我不怕辛苦，我是怕上游不知道我是他姐姐，他又对我。放心吧，小男生做了傻事，只是做做梦，梦醒了也就没事了。说的也是，也许他明天醒来，连他自己说过什么都已经忘掉了。小陈，是你先帮我做件事。曾先生订了2076年的红酒，你去看看送来没有。他的要求很高，一点都不能出错。好的。 Gary 啊，大豪客订台子一定有好菜，有什么东西吃啊？厉害了，今天厨房买了一条大龙趸，待会儿刺心会亲自到厨房监督。
甘蕊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在曾先生来之前出去一下，去银行。那速去速回。OK。苏，嗨，昨晚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埃斯坦的傻丫头不会喝酒还要喝，终于被人灌醉了。开心就好了，没听音乐剧也不觉得损失。相信对你来说也不会是一个损失。这话怎么说？也许你在另一方面更得意，收获更加丰富。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我也不明白，我赶时间。苏 ，Golden。喂 ，Golden 啊，我到处找你啊。什么事？哎，你那个聚龙宴菜单啊，搞得怎么样？我要跟美术部商量。我跟周先生谈好了，回来找你。嗯，好吧。哎，不过 OK， 我先去找周先生。哦。这条200多斤重的龙趸真是难得，更加难得的是，它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拿来做菜，比如海虎翅扒龙趸皮，鱼香扣龙趸，酥炸脆皮龙趸干。天妇罗龙趸腮，啊，还有古法扒龙趸翅。周先生，是不是菜式有问题？啊，没有，没问题。总之你办事我放心。现在 Candy 跟你在一起，我更加放心。Candy， 他不是闹出什么事来吧？哎，昨晚啊，三更半夜才回来，回到家里还开心的大声唱歌，唱了呢，所有的人都醒了。他疯起来很嗨的。哎，他跟你在一起啊，我就真的放心了。你说他跟我，行了行了，凡是年轻人呢，个个都喜欢玩的，懂吗？以后不要玩得太晚。知道了，我也跟他说的。Candy 这个孩子虽然还不定性，不过总算有眼光了。哼，要是换了别人呢，那我真的不放心了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可是我认为兴趣这种事呢，是勉强不来的。哎，孩子长大了有他们的世界。总之以后呢，大家就跟自己人一样。周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好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们压力的。嗯，做事去。四新，嚯！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精神特别好啊。什么事？哎，夸你有本事吗？老板常说要栽培女儿做接班人，其实有本事办个儿子也一样啊。记着，将来接班了要关照小弟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哎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不要不承认了。喂，老板的女儿亲自跟老板说的，还会假的吗？谁不知道龙次新是未来的新驸马呀？喂喂，龙先生。何姐，小姐呢？小姐到现在还没有下楼啊。谢谢。起床了 ，Candy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不会先敲门吗？这是女孩子房间呢。哼，我跟你还用忌讳吗？我是你未来的驸马啊。其实呢，我也想跟你说的，这个点子呢，我只是拿来骗一下的。当然是拿来骗一下了，难道真的娶你？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肯我都不答应啊，怎么办？目前只有这样子，戏还要演下去的。这件事啊，现在传的所有人都知道，要让苏听到，以为我一脚踏两船，那才冤枉呢。苏，翡翠轩的侍应生苏。哈，你真差劲啊，偷偷摸摸的谈恋爱。哼，这也不告诉我还是我的兄弟吗？那你还说呢？本来我上诉得知有点起色了，现在被你大小姐给推翻了，完了，这次一定判死刑。哎 ，sorry 啊。我以为你够分量应付我老爸嘛，才会找你帮忙的。我怎么知道你会这样？什么呀？不要再说了，快点换衣服跟你老爸说清楚。喂，不要了，你想跟苏解释是吗？我去帮你解释不就行了？你去说。那
那当然了，你说没有说服力，一定要我说才行的。真的由你去说。嗯。喂，老实说啊，是认真的。你预备怎么跟阿苏说？先说了听听。不能说的。喂，我是当事人呢，我有权知道的。不能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你有多远走多远了，哈，不然待会儿他进来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后果我不负责的。你小心小心点啊，千万别乱说话，知道吗？你只要解释一下就行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哎，苏，在这里啊。周小姐，坐。穿了制服好像不可以坐的。怕什么啊？我说可以就可以，坐下来。好啊。喝什么？哦，不用了。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叫你来这里有点奇怪呢？哦，你是老板，我是属下，你约我来谈公事不稀奇啊。这你就错了，那公事应该在办公室谈，那么我约你来这里了，就多多少少是想谈谈姿势。可是我跟周小姐并不是很熟的。哎，一回生两回熟吗？相信最近在公司应该听到不少关于我跟 Golden 的谣言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所听到的是全部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我男朋友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他最近有点怪，我看他对你有感觉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无所谓的，你知道这种事男未娶女未嫁，大家都有公平机会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有多爱他，你不能没有他，我就把他让给你了。怎么了？我们都是女孩子，不用害羞的。那感情的事要自己争取的，只要你说真心话我就知道了。周小姐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兴趣跟你玩这种无聊的事，这么不专一的男人我留给你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喂，他怎么气呼呼就走了？你是怎么跟他解释的？没什么，我用很高智慧很直接的告诉他，你是我的男朋友了。你怎么这样？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知道搞什么鬼，他们两个一个样，真是天生一对，配合的要死。素，你别听 Candy 胡说，我们没什么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你面前乱说话。你听我说，我跟他没什么的，我喜欢的是你。我不知道你跟多少女人说过这句话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听啊。喂，那我很无辜的。龙先生，这是公司，请尊重自己。周宝田。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笨，会听你的。干什么？你走运了，他本着一张脸气呼呼的扭头就走了，嫉妒了，于是啊就是说他爱你爱的要死。那如果呢你一直跟我假装下去，保证会把他气得把心里所有的爱全爆发出来。我现在被你气得心脏病就快爆发了。干什么？又没发作，开个玩笑嘛。品叔，好，哇，好棒！你好 ，Thank you。喂，夏桃，花枝姐买了点心，一块吃吧。是啊，夏饺，尝一尝。我不喜欢吃这些。我没听错吧？夏桃不喜欢吃虾饺。品叔，现在不喜欢吃行不行啊？喂，吃完了快进来干活。哦，神经病！夏桃当然不喜欢吃虾饺了，大家都是虾，怎么吃得下？快趁热吃点点心，吃完就开工了啊！品叔啊，麻烦你跟我一块到阁楼去收拾东西吧。好。我不是故意迟到的，我去看爹的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都是十九公这混蛋，为了粘土花，害得我踏空了，摔到水沟里。哦，那你工作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哦，好好，不给我太多工作不就行了？喂喂喂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要不要存钱送礼呀？千万不要提，有人差点就被雷劈。劈什么？昨晚的月亮又圆又大。就因为月亮又圆又大，所以爱情不见了。亲情，
无处不在。臭小子，停！喂，你们又在搞什么？把耳朵凑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免得你不知道。喂喂，季姐有个女儿失散了吗？怎么我没听到提起过啊？是老板跟别的女人生的女儿。叮当叮当叮。原来你是我的弟弟呀。姐姐。我们姐弟不能相遇。啦啦啦。喂，不对呀，夏都真的很喜欢 Joyce。姐弟恋很严重的，不可以的。我还以为是做梦，原来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哎，原来你们两个是两姐弟啊，这是好事，好事啊！夏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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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你什么事？哼，那关你什么事？就是不关任何人的事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应该管，让他们两姐弟自己解决，做自己的事吧。干活，干活，都是你的乌鸦嘴惹出来的。怎么，你自己也有份，扫把嘴，关我什么事吗？山游，山游啊，山游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是不是嫌我不够巧啊？啊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了，混进百里香想玩什么花样啊？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我没有啊，我不是存心骗你的，我更加没想过要得到什么。不过爸爸，对，你爸爸就是我爸爸。既然他把百里仙交给我，我认为我应该把他搞好嘛，所以我才来南丫岛的。我隐瞒自己的身份是不想你跟菊姐不开心，可是我没想到。对不起啊，上游。哼，相信爸爸的心愿是希望我们姐弟一块搞好百里仙。你算了吧，不用乱认亲戚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妈只有我一个儿子。我老爸是一个从一而终、忠厚可靠的男人，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我妈妈了。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在外面搞女人、包二奶。要是他真的对不起妈妈，我绝不放过他，一脚踏两船。亏我还封他为偶像，这个百里仙，关门也不可惜，我才不会撑下去。你真的不应该知道，你千万别让菊姐知道啊，我怕她没办法接受。怎么，装好人博同情啊？不用你教我，我也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妈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山游，山游啊！寂静某日近黄昏，乱翻破旧衣裳。细心注意，再细心看，而不觉跳进思想的树林。